每天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见了面就是吵。你一个人在外面住了那么多年，什么都会找你点点。我喜欢这个情境，就让我们后悔一下行吗？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床了。希望我死后会像我生前一样漂飞。高嘉佑，一路好走。